来来，听说阿喜中，来给他拍一下，还要求观众说要拍，然后中什么？哇，香膏，有没有？我求干，然后都能中香膏，干这很好钓哎。然后你又要跟田丁忠讲话了呀？为什么不跟田丁忠讲话？干来看一下阿喜的冰箱。哦，干，还有一只昂肝呢，这么厉害！